只要有爱，人就无所不在。不要乱碰我的，我不能碰，是不是？就不能碰，我每天跟小燕住在一起，我想不喜欢你两个世界。我到底是男人好？不是腐男啦，但是我对男人有兴趣啊。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是一号还是零号？什么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涂善存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萧立成。萧立成这个角色，简单来说，他就是一个比较单纯、冲动又自恋的屁孩。然后他的工作是一个婚礼企划公司的业务经理。哎，对，为什么？他跟牧人和信司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。然后我很多场，我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在家中，我要想尽办法来激怒他们。然后让他们对我不耐烦，我就达成我的任务了。听说我是零号，他是一号，不管，我一定要在上面。好啊，你要在上面也可以啊，反正有很多知识让零号在上面。这边可以讲一件。好啊，你要在上面也可以啊。就是你就是这样的。小李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安，是饰演的是藤木人。藤木人这个人呢，是很有自信，又有带一点优雅，自尊心很高，但却又很照顾人。我跟立成跟信司呢是上班族同事，那私底下也是一个室友，我们私下的互动啊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火花。你是喜欢吃海鲜，那就来个焗烤龙虾吧。好啊。你要不要再加一个牛排不是什么？啊，你喜欢东方美人茶对不对？第一碗面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家威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傅永杰。那他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，所以他个性非常聪明。然后他的个性呢，就是非常的腹黑，然后很心机，然后他对待人都是冷冷的，他唯独只有对待他就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，才会比较展现他真情温暖的一面，突然变很 man 的感觉，到时候穿在里面好了，对不对？可以。要训成功，成功了。要训成功，可以，很优秀。大家好，我是安俊鹏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叶信司，他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温柔、比较体贴的一个男生。我觉得在跟立成还有牧人相处的时候，比较算是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。我觉得整部剧会是一个很可爱，然后很有火花的戏。希望大家能期待一下我们的新作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拜拜。